心的，里面塞了一个足球。看都没看啊，哦不是，见没见我？你在这在那里乱说。1点钟就开始。有那些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吗？现在不是很正常吗？现在。是吧？我也这样子觉得。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，男人。你行的。这衣服是搞你的，不是胸上，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还没开始呢，还没有。谢谢哥哥。是男的。难道怎么了？我是无耳主播，没有耳朵，我耳朵很大，所以我不喜欢露耳朵，不好看。行为不都一样吗？行为不都一样吗？关你屁事！关你屁事！耳朵大才听话呢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就我们这边有一句话，就是耳朵大，然后才听话。所以我从小就很听话。那是卧蚕，什么眼的呀？
昨天不是有吗？你干嘛问我呢？真的，我很克制了，我一直在聊天，我又没有干其他的什么东西，不行的，这算是，你讲的话，那也不行哦。干嘛啊你？干嘛黑我家哥哥？亲亲你。我本来就很乖，我可以变换很多种风格。我没有不理你啊，没有不理你。可以编那种学生妹的那一种，然后比较性感的那一种，纯欲的那一种也可以，千变万化的。对，学生妹。对，就是那种反差。天天，干嘛天天都金色狂风？明天给你们来一个护士，然后给你们看病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对纹身偏见那么大？那种，知道的，就是不能说了，不能说了，就是我今天把剧本都写好了，只不过很短，可能只有10分钟的样子。因为我从小语文就不行，所以只能写个10分钟左右的，10分钟够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就是，他们是多久的？什么时候？明天吧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明天。你知不知道写一个10分钟的剧本要了我半条命，真的很难呐。不到5分钟，那10分钟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不要金色狂风，天天都金色狂风干什么？注意身体啊！就是模拟护士，模拟护士给你打针的那一种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期待太高，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。我没有嫌弃你，我只是教你注意身体。可能因为我腰上套了件衣服吧。明天才开始，就是要注意身体啊。来，让我看看你哪里有病。
我又没有说今天要扮演啊，我又没说今天要扮演，我只是给你们透露一点点剧情。但是不要有太大的期待，因为怕你们到时候会失望。对，我先看看你哪里有病，然后帮你打一针。你是男主。明天男主的身份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明天男主的身份是病人。啥男主不当，你当，喜欢当这种男主。你要当啊。好的。你来，可以的，都可以等的。让我再想，我在想还有什么那种剧情，可以来一个，就是我当那种就是在远方的表姐，然后来表弟家暂住一个月的那一种，这种你们肯定会喜欢的。你在哪儿看过这种剧情啊？家教太寻常了，家教到处都是，要整就整点不一样的。小测星，对呀，加工书的，这衣服看不到。好，就先给你们透露这一点吧。想啥呢？只是暂住一个月而已啊。表姐和表弟，先生，你也不想你的夫人知道咱俩的事情吧？腿上是翅膀，只是想，就是浅浅的。坚强的来一段明天。我求求没有文献，先把这个谣言传出去了。这种地方，这里没下去呢。明天看看。好的，明天看。好。但是很难，这种就是又要短，就是要很短。新春去亲戚家拜年。一系列故事。
看来你们少看了你，你挺了解的。妖鸟啊，你是忍者吗？这么能忍？你们不要把关注点放在我的纹身上面，我不让你们看。讨厌的很，一直盯着人家的腿干什么？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的腿，讨厌死了。背上有一个灵感送的粉丝袋啊，我这个衣服不能露腰，还是让你们看一点吧。咱的魅力比较大，走到哪儿被整改到哪儿。确实，最近取消倒计时啊，这些。因为那个荣誉违规，那个先取消，咱们安分一段时间，安分一段时间，好吧？对呀，白色不仅显腿粗。显得某个地方也很大呢。你们要我的袜子，拿来泡丝袜奶茶喝吗？T 零级别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是这样的，所以就被强行削弱了一下。下削弱一下，然后咱们的下个赛季又是一条好汉。是这样子的，不要问我的袜子啊，你们好烦啊，你们。老是想把人家袜子的主意。
怎么会有眼罩呢？起来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样子。咱们1点钟之前聊天。直播间不能讲，刚刚。你喜欢你直接说就可以了。不要，我就要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谁会拒绝一个半死不活的女主播呢？就是把头发放下来，然后弄乱一点，然后说话再有气无力一点，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了。就要那种样子，谁会拒绝在大半夜看一个半死不活的女主播呢？最近学校倒数。只是每次都要等到1点钟，然后有点不知道该干啥。对，自己都困了，但是然后我就想着，要不每天晚上12点半1点钟再开播。我想到时候好像会开播太晚了。对，因为前面几天太猖狂了，所以该取消了。哪里小？取消倒计时了，倒计时被取消了。合着你们关注我就是为了卡点儿来看我倒计时的是吧？然后现在不能倒计时了，然后一个耳朵都不来了，是吧？果然一群现实的男人。
男人都是没有感情的生物。别发誓了，谁盗我视频啊？盗我什么视频啊？等一下，纹身图。天天发誓我对身体不好，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样子发誓啊。加你微信，算了吧，请让他到吧，不加了。好。想骗我？想骗我是吧？倒计时没了，咱们在公屏上打一波爷清洁。没用的小废物，不是你们没有看过吗？这是一个套路，就是我之前在抖音上看过，就是说有人拿你照片给我网恋，然后你回了他之后，他就说，加我微信，我给你看聊天记录，然后加到之后，他就说我骗你的，我就是想加你微信而已。我才不会被这种小伎俩给骗到呢！别气馁，注意身体啊！咱家的哥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天天当导师，知道吗？在哪？用酒精狠狠的踩在你的脸上吗？狠狠的踩在你的脸上。不是花腿，就是一个小纹身而已。发射不了了，现在发射不了了。踩爆哪里呀？好，可以穿高跟鞋给你踩爆。高跟鞋给你踩爆，个个都是人生导师。今天走的是那种风格，今天走的是那种比较清纯的风格，就是那种少年，就是你们少年时代上体育课穿的那种体操服。因为我1点钟只能聊天，我1点钟。纯欲，T
体操服啊，就是你们没上过体育课吗？没上体育课不发那种衣服吗？1:09，我有打字在公屏上吧，1:00之前聊天。不要，我就说，我给你，不行。那你晚上最好把被子盖好，晚上就来钻你家窗户。晚上就从电视里给你，晚上就从你家电视爬出来。可能是我头发比较长，头发太长了的原因吧。没看过那电视吗？来。是从电视里爬出来的。直播间不能讲哥哥，喜欢直接送就可以了。我讲的不是这样的，我讲。现在呢？现在还小吗？奇形怪状的，今天穿的衣服。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要包个衣服，包个衣服在这里的原因。
我也不想这样子防你们的，知道吧？我也是没办法，我也不想这样子防你们。我对你们那么好，怎么会防你们呢？这不能怪我。主要是你们刚看到我们啥都没做，就要整改，就是衣服的原因呀。点一个提提神。那是粉色的，哪里黢黑了？那是粉色的。那是粉红色的，再看一下。真的和防贼一样，就是生怕多看了，生怕你们多看了一点儿。小弟为什么是粉红色的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粉红色的。没有讲究。这是代表我们，这代表很粉的意思。看我脚底就是粉的。谁敢说我脚臭？谁再说我脚臭，把脚塞你嘴里去！看到了吧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要说，不准说我脚臭。这难道不是惩罚吗？不是惩罚吗？这样不累啊？谁再说我脚臭塞他嘴里去？小气，死变态！你们可以再变态一点。脚脚36码的，臭死了！大腿就是这样子的，就这样样子的。对呀，昨天那个抽出去了，这个袜子跟丝袜也抽出去。我等会儿就给你们闻一下，真的不臭。后面还有，后面是花的花。防贼一样。
不臭，真的不臭。我脚脚可香了，我脚脚真的不臭。真的，给你们闻一下。你们要闻一下吗？真的不臭，没有味道。真的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呢？真想拿给你闻一下。屁，香的香。真的，是吧？还不信？好，不要对我的袜子有非分之想。我摸摸，我摸一摸一下，然后拿给你们看，闻一下，是不是香的？没有倒计时了，最近倒计时取消了。是这儿，我塞嘴里了，是这儿。声音还是很小吗？我去插一下麦克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插。
调一下麦克风。等我一下。现在呢？现在声音是不是不小了？怎么来虎娘？因为缘分。把脚，把脚脚旋你嘴里面。站在那边，
在那里看见过我。我的脚本来就很小，我的脚。怎么知道我是变态呢？
就是那种小男生才喜欢那种瘦瘦的、瘦成干的那种。这男人不像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哥哥，就喜欢我这种，喜欢这种肉肉的、有手感的。喜欢骨头撞骨头吗？直播间不能讲哥哥，喜欢直接送就可以了。这样跟我有什么感觉？
禁止，禁止说小话。这时候就已经取消了。生子烟斗，直播间瞬间索然无味。是这样吗？我已经很快了，
经很快了。咱们直播间哥哥都是无 CD 的呢。确实是无 CD 的。你在忍什么？哇哦，谢谢刚哥，谢谢苏墨整个送的魔法书，谢谢刚哥。睡不着呢。把你的头给你夹爆。夹爆你的头。亲亲陈哥哥，
就会身体超服啊。哪里小了？你从哪看出我小了？像看看，怎么受不了呢？你行吗，哥哥？快醒啦，快！快快醒啦！
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六。可以的，可以给你做丝袜奶茶。唱歌在吗？学的紧张。你看消息呀、你看一下。你没有理妹妹。
说什么？走啦，一起走啦。没有道理什么。昨天是把我的话给听进去了，是吧？CD 是吧？是不是没有 CD 这么厉害的吗？妻子，可这有声音，你在我这里没有个几十次不能出去的。
下楼说就是要殷勤一点，是不是？嗯。亲嘴那边，塞进去，把我的臭脚塞进去。塞进嘴里面，不是你们说我的脚脚，不是你们说我的脚脚很臭吗？不能拿掉，是你们先一直在那里说别人的脚臭。就算是，你讲的话。那也不行的。接受啊，肥猫哥哥，接受，不能跳的。Thank you.
选择你送就可以了，没用的小费用。身子一抖，这梦境瞬间索然无味了。跟得上吗你？跟得上我的节奏吗？色色，直播间不能色色。色色打面。
较远。没有倒计时了，倒计时已经取消了。最后来一次，你想，你以后不想见到我了吗？是啊，是这样的。以后再到嘛，以后再到，以后再到。嗯哼，哇哦！先是莫愁哥哥，先哥是莫大叔，谢谢老公，老亲亲，嗯哇。这衣服好丑啊，这衣服这样子，这样的款式丑死了。我也不想的，我也不想的，没有办法，知道吧？没有办法。嗯。没有倒计时了，没有倒计时了。对，全身都是假的，我都不是，我都不是真人，我都。天吧，过两天再倒计时吧。这几天，这几天咱们安分一点。没有不回消息，我在，我在直播，我回什么消息？喜欢得不到。举办了，
这几天耳飞一点，耳飞一点。书梦强哥，看一下妹妹的私信。过几天再倒计时吧。我之前倒计时了那么多次，你们都没有录屏吗？不能讲，哥哥，喜欢整点手就可以了。以后谁娶了我倒八辈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辈子我的双腿应该是搭不到你肩上了，所以不用你操心的。不应该，就是要收场了。那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不用皮收藏呢？不行，不行，凡事皆有可能，知道吧？苏梦强哥，看一下妹妹的私信好吗？对，日后幸福，对，是这样的。苏梦强哥听得到吗？看一下妹妹的私信。劝你小子不要明知故问啊。老公亲亲。这样子说的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是吧？变态，一群变态。是直播啊。
个事情问妹妹。最近取消倒计时了，宝贝。先重新哥哥，先重新。